要玩理性摇，操，好没用。这应该是 flag 吧？哈 lime。我玩的这理性有什么用啊？五一把吧，你不是国服桑起吗？我那边看你。出去麻烦看一下理性国榜。上次那什么 flag 玩那个暗信被我打爆了。我笑了。就打电话，他妈。就重庆狼队那个。重庆狼队的 flag， 那不是我啊，那 flag 呀、啊，我是 flag 呀、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行员。这是一局两年分联盟赛，本局的分数很高，高手也特别多。面对队友的质疑，赖神又用实力证明暗信也可以打高分局。又是宫本，我今天一定要赢他，我这把一定要赢这个宫本，受不了了。由于上一把赖神被对面宫本打得特别惨，所以这局一定要打回来。喜欢玩宫本，宫本武藏天下无双。来到七级，看到队友和对面都在上路打架，赖神没有第一时间支援，而选择趁乱拆塔。防御塔再见。宫本再见，再见。喂，此时宫本已经发育起来，开始大杀特杀，先斩猫咪，再杀宫村里。七分钟这波最离谱，连约两座防御塔也要将人斩于塔下。请求集合。然后他能一直跟着暗信，为什么这宫本能一下子飞到我面前？他们上来了吗？发起进攻。十一分钟，木兰被桑奇白飞，又被阿离粘住，赖神赶到两下平 A 带走。四级飞可以，牛逼！那国服桑奇逆位。小心，小心，宫本没落视野的，他在绕后，兄弟。哎，中路，来帮宫本，来帮进，兄弟。中二，他有大招吗？哎，兄弟，我还在，没事，我还在。我操，他怎么这么猛啊？这宫本，我靠，快削，这宫本受不了了。是真的离谱，这个宫本，受不了了，好，削，快削。快学。十二分钟，桑奇大招飞进草丛，被宫本逮住一顿胖揍。还好赖神和炸弹猫就在旁边，一个爆砍，一个炮轰。我全杀，牛逼！阿赖冲，草被吼了。可以，还是得局外鼓励一下。怎么敢说理性没用的呀？我收尾也去，别急，等农民嘛。他有没有用，我在这鼓励一下，好吧？他不鼓励怎么飞啊？等我来，雷达冲！他们最屌的死了，剩下四个虾兵蟹将没用的，冲！大将复活了，没事，大将不足为惧，我都不把他当人看了，大将不足为惧，虾兵蟹将，可以。行，我扔个大，他跟那个谁打起来了。我操！你被单吃了，我赶紧把中线断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都没看到你们是怎么死的，死哪了呀？要不你们别跟宫本打呗，让我去跟他打呗。十四分钟，队友守中塔被对面几乎秒掉，宫本拿到双杀。此时他就像是无敌的存在，就连赖神的暗信也要被他一套连招秒杀。先拉走啊，兄弟。哦，没大没小，
他没大没闪进。发起进攻。大招不知道好没的，没闪现。我操，兄弟，他应该死了吧？还行。好，浪费，打的好难受。我们没前排，主要是他那虞姬，我只要上去了，他就点我，也拿他没办法，没有人开团的，对吧？十八分钟，两人躲在草丛蹲到不知火舞，团战一触即发。放线。我们要来了。可以，打好一波了，兄弟们。我留张飞，下路有线，不要管他，下路有线，别管我。我把这中路这波，不是回去守一下呀？谁回去守一下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一波直接不守，你信我，他必回家，直接不守。4-2才能一波。粘住，我负点，我可以扛在里面。我留个一技能扛在里面。你们一波不了，木兰可以清线。过俩，去开龙，走吧走吧，真的一波不了，不然被清线。再看吧，走呗。走啊！正当赖神还在发愁如何拿风暴龙王的时候，不知火舞却主动上来送。哎，火舞，能不能打个掉点？弄。OK， 龙有了，慢点。给点室友炸他们。他被人腰撑的。要不要打人？你们去留那个阿里那个射手，我在绕这个射手。我负点，死了，射手死了。哎，牛逼，火不怕，我再砍他。一波了，不用过去了。妈的，全靠我，全靠我，全靠我。妈，真的全靠我，一个人堵在他的后面，分割战场，把宫本搅局。把虞姬的退路堵死，让他大招只能往回跳。我复活甲就是要把那个卖，把决心卖到底，知道吧？把自己直接奉献进去，分割战场。高手，这一把全是高手。不是路人王就是主播，但是在众多高手之中，我们出类拔萃，知道吧？